兔小贝国学千字文第22集。孟轲敦素，始于秉直，树基中庸，劳谦谨赤，灵音察理，见貌变色，宜觉加油，免其知直。孟子崇尚朴质的本色，史官子瑜本性正直，要差不多达到中庸之道的标准，还必须要勤劳谦虚，谨慎检点，懂得自我约束。听人说话要仔细地听，审查其中的道理，通过看人容貌辨别他的内心活动，要留下正确高明的忠告或建议给别人，勉励别人谨慎小心地立身处世。